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先佛在我家》。我们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贤士同修，分享对于宗教信仰的想法，以及亲身经历的神迹。当然，特别是进入了维新大家庭之后，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学习，究竟带给我们多大的一个影响？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新发教室，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先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七班第二十三届谢荣德，阿弥陀佛。谢班长您好，您好，师姐好。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哦，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师兄您来到节目里面，因为呢，您的职业其实是非常棒的。但是呢，我们大概平常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聆听，在跑渔船。对，都工作的地方都在大海，这样的一个人呢，能够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尤其是宗教信仰的这些心得哦。那师兄，我想在节目当中，您跟妈祖的这个紧密的连结的关系哦，应该有一些神迹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吧？这个是做宗教人的，是当做主业啊，做个老啊，你好。对啦，啊，我就讲伫正定，我是用红纸。嗯，还是阮爸爸教写的，是红纸什么天上圣母安尼，阮都拢咧朝拜啦。因为阮阵啊地拢一定有一个佛龛嘛，是啊，拜到一段时间哦，啊是有介机会，即就伫济公司啊，伊祈祷，伊随甲我指示啦，讲叫我甲雕金身安尼啦，啊我都无咧插伊，我将安尼拜就好啊，就搁雕金身。啊，都过几啊年啊啦，啊，讲过过一撮，一届过再去的时，敢那讲，过再来只是讲，伊真失望安尼就对啦，伊要对我，要做我家坐旁安尼，敢那我对伊无信心安尼啦，啊，我想讲也好，也无甲你甲雕金身哦，还有着雕金身甲放伫船仔底，哦，即我较早我厝是大家庭嘛，啊，阮老伙仔要住的嘛，所以我无家己无听头嘛，哦，所以我就。我无爱无爱甲钓，意思是安尼啊。伊煞讲，我无要住恁厝啊，我是要住船啊。哦。哎啦，啊，我才甲钓啦。啊，伫这段时间，我伫咧从事这段作业这段时间哦，我若拄着危险的时阵哦，船啊拄着危险的时，伊甲提醒啦。敢那讲有种忽然间有一种情形啊，敢那甲提醒讲有人咧叫那声。有人咧叫。吓啦。哦。啊，其实我船人拢咧困哩，无人有人咧甲叫，我醒起来讲。啊，甲拄着敢那较危险安尼，啊，阵啊就离，我跟驶离开迄个所在啊，啊，这种也拄着几啊届安尼，所以我感觉讲，神嘛是对咱嘛是敢那讲保庇咱的平安，哦，虽然讲未安无安大富大贵嘛，咱平安咱平安那就真满足啊啦，是啦是啦，平安上富贵啦，对啦，真的，你讲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说工作的当中拄着危险。那其实有的时候很危险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比如讲，船啊，海浪就大啊。不是，连海浪大也有啦，像在困哦，下暗时在困，船啊人拢在困，啊在海里在流，啊拍上山顶，要上远看山顶去哩啊。这若不起来，就上山顶去哩啊。对。啊，这个中间要去进前，这中间敢那讲有一个感觉，有人在甲恁叫。敢那有人伫外口咧，甲恁叫，甲恁拍乒乒乒乒，甲恁叫，咱血红气起来，啊，都看到无人，哦，啊，恁看到都要上山啦，啊，都赶紧船啊，赶紧驶离开啊，哦，脱过危险，你险苦了，对啦。嗯，您跑船这个职业，到底有多少年啊？哇，我就
啊，未做兵之前就走啊。哦，是，安尼有四十年无？较加有啦。较加啊，吼，好好，所以经验真的是太丰富了，这样哈。那有没有听到其他的这个同行他们遇到的一些也是就危险的时阵？无啊，大家做危险的时阵嘛是话有当时啊，就敢那讲讲起来是较衰运啊，是安怎？我啊，就上山去啊，上山去，家伙就了去啊，财产就无去啊。虽然人若为平安，那个平安，连为性命都做危险嘛。是。因为职业的影响，是不是他们对于宗教信仰都非常的虔诚？哎，讲虔诚，对对，哈，有关系。有关系。是。我只是好奇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济公的乩童来跟你提醒的呢？去请示啦。哦。有代志去请示济公啦。我爱照照济公的爷咧，甲我讲，甲我指示安尼啦，啊，讲啊，我因缘讲，伊对我介久啊啦，哦，啊，我都真正有遐介久，我存啊，都写天上圣母哦，啊，得得了点拜哦。是的，是的，是的。那在船上的那个部分供奉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方式呢？迄无方便啦，迄是祭祭啦，还是迄度才有啦？哦。祭祭伫迄度，伫船啊，伫港内吼。无伫外海才有安尼生理啦吼，水果生理安尼啦。是。啊，那是出去都拢无啊啦，拢只有是香拜拜咧，安尼念香念咧。好。啊，嘛无茶，拢无，迄拢无方便啦。无方便。船啊，起来起来就倒落啊。那这样子，我们其实哦，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人生过程里面哦，您觉得你受到了爷爷或者是爸爸，或者是说你工作上的这个影响，你觉得宗教信仰带给你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深远的这个影响呢？宗教信仰是，我本身嘛伫庙里咧服务啦。哦。哦，伫阮遐公庙咧服务啦，我是服务已经二三十年啊。嗯哼。哦。什么性质的工作？伊个算讲脱离公务，我算财务人，我管财务人。嗯。啊，这是敢若讲，这是信用，是敢若一个信用，大家都合作，都信用上等于有得力量啊啦，会当团结啦。哦，要刚刚一个迄个。一个寄托心吼，啊，让咱敢那一个心较平静。嗯，那是什么样的因缘认识了王禅老祖呢？哦，这是讲起来嘛是缘分到啊。哦，有，我真早真早吼，我还未入这宗门之前，我都电视都有咧看着书啊咧弘法。啊，船顶敢看有着？船顶无啦，我真正无了解。就看伊个节目咧弘法，伊啊看伊电视看伊个节目啦，啊我着买足侪册啦。哦。买足侪伊个迄落，一点我是无啦。嗯哼。哦，买风水册啦，我买介侪啊个迄落，连迄落星光爱心我来买，我看看咧无，我拢啊等咧，看无嘛。是。啊，等咧啊，我到我阵啊退休啊。哦，阵啊退休啊，阵啊要去啊，迄种应应啊，无代志啊。啊，我想讲，你我着看高阳咧招生嘛。对。我想讲要去高阳报名，讲下无通咧。我驶车应该是会困去哩。哎呀，这样不行。对，头久咧，我讲袂驶，我着无去啦。嗯哼。无去啊，我一个算讲，阮太太的小妹吼，伫台北陆洲咧读啦。哦。伊咧读啊，伊都来摕一寡册都来给我啦。真好，真好。哎，我就讲，但即敢若无迄落机会通进入这宗门，嗯、我是讲只有是买遐册咧看尔。嗯、啊，有一过我着讲退休啊，踮厝里啊，着看着电视咧报讲，东港咧招生啦，咧开班啦。哇，足欢喜！我是讲要过来东港，我嘛无通咧，我应该是即逝才下课十点啊咧。我回来那逝，搁走一两点钟，一点外钟的也旅程咧，我嘛危险咧，我搁无来，搁在咧等，诶，看到恒春咧招生啦，我第一条就报名，我就无考，诶，我就报名，结果我报第二名、第三名，是，啊，我就先去报名。嗯，啊，真正讲进入了课堂之后。你感觉讲，哎，跟你想象的易经风水学习，跟我相像，跟我同款。咱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再来聆听师兄的分享。欢迎回到仙佛在我家。
看电视学习易经风水跟真的走入了教室学习易经风水有什么不同？过去要未入这个专门的进程是唔知影这个专门内底伊的遐个思想迄妙法呐。我等下讲有机会有这个缘分到位啊，我入来这专门了后，才知影讲原来师傅啊，这伊所传的妙法是遮尔啊思想。是。哦。啊，过去咱嘛风水咱嘛唔捌，起厝叫师傅，冇师傅，师傅都起啊，师傅起起到好高咱尔，咱嘛唔知影。哦，好平凉平，啥物啥物，咱也拢唔捌啊。啊，就是讲，入到这宗门了后，我才发现着讲，内底拢唔对了伊啊。哦，这个部分，会当分享一些你自己的这个实力无？啊，就是讲，阮太太入来，我起厝起好，入来一间厝了后，就听着头壳疼啊，医生看好好，也无感冒，也无啥物，啊，干头壳疼，啊，药仔食着好去。两天啊，就搁疼，唔知影冻住是疼住是偌年啦。我啊，等我到入去这宗门来读易经风水，哦，才老师咧教，才知影讲哦，原来就是安尼，良平好平。嗯。哦，啊，拄我灶脚吼，厨房咧迄个琉璃台啊。嗯嗯。冰箱底加速落个好平啦。哦，我想讲，也甲是两个捌就知影啦吼，家己改啊。哦，啊，叫老师看一个好日啊，我着，迄也无动什么话嘛。由你大家刷倒来，冰箱刷倒去了，哎，不得好呀。两三年啊，头壳拢袂疼。本来疼足久的吼。疼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嘞，吼。我想这个苗法这么舒心，要么，反正真不贵啦。是。哦，你来漳州要遮，咱读这个易经风水吼，啊，得到这个法通，实在是一生的福气。真的是一生福气啊！是在进入了易经风水的这个学习园地，真的进来教室之后，您又有学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智慧的妙法，来来当哥分享给各位观众朋友的呢？总共几摆专门了，就敢那从我讲的这个老师有在讲开始这个，咱这个易经风水所有的妙法哦。是啊。虽然咱是拄啊，我是还佫。出去班啦，还佫迄落无，还佫迄落幼稚园就对啦，还佫介讲，捌介济啦。但是老师咧讲个，咱拢一直拢会听有啦，但是记较袂牢安尼尔啦。哦，有，你都还都以后转经过，咱家己去实用过吼，啊，都拢记伫心头啊。哦，啊，若无去实用过，啊，都拢袂记了，落来佫看册，才会当明了呢。啊，一摆装完了，敢若讲别个妙法实在是。非常的舒心，嗯嗯，很生活化了。从我食到这岁啊吼，正有这个缘分入来这专门，嘛是我福气啦。我七十几岁才入来读册啊。看不出来。呀，我32年出啊。好，真的。可能其他的方面，您有没有这相关的经验？像这些智慧小妙法。金刚大法印吼，是当时迄个老师咧讲，我都一届我都拄着腹肚疼。我唔爱咧腹肚疼嘛，我了去讲台腹肚疼，疼到冻袂调，还佫十二点啊，半暝啊，啊家己，吓三更半暝啊，家己厝里拢有便利药嘛，胃散啥有无迄嘛吼，胃药啊，备用的嘛，食无效，我先去想着啦，想讲迄个老师咧讲迄新疆大法印，我着去。我试看卖下就好啦，我摕一个啦，我就加念迄个咒佛咒嘛，吼，加念咒念念咧，我就甲打咧，就困去啊啦。嗯。啊，无论听甲袂困去啦，哦，啊，就困去啊，困去天光起来好去啊。嗯嗯。哦，了，我想我啊，这种物件，这种嘛是非常，不过，真的是也算是就是说宗教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消灾化解的力量这样吼。啊，无我。即阵我喊你咧，唔捌咧腹肚疼咧，啊，拄迄工腹肚疼，啊，拄啊有摕个物件，啊咧，即种迄落金刚大回音，哦，即个妙法，啊，来用咧，哎，好啊，刚刚好呀。但这么伫台湾吼，真的是医疗的这个科技呢，十分的发达，而且我们台湾的医生啊，医疗业的这些从业人员真的也非常的优秀。那其实我们在自己遇到一个，譬如说身体上的病痛的时候，当然我们是。
医疗的这个服务呢，我们是首要的要去采取的一个方法。那但是在中门里面，我们就有其他的可以同步进行的这些方式。对了，我当时要也要人，也要神啊。对，是啊，是啊。人的拜神的都是安尼啦，爱神爱人啦。是啦，是啦，对，我想在一个人生阶段到的时候，都会对这方面有所感受。对。那进入了我们维新圣教这个世界新兴宗教之后，您有参加过什么样子的活动吗？咱专门的活动，有啦，咱每一年的这个法会吼，我拢会去做法工啦，哦，也是讲去甲祖先超度。逐年我拢有啦，有咧做，啊，甲这个叫做阿弥陀佛正等的，哦，我也是拢会去做。系啊，时间一个月呢。是啊。那师兄，您有在诵经吗？有啊，我诵经。您都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在做这件法务？诵经。逐天嘿，逐天拢有咧诵经。逐天拢有诵，普通大概应该是拢有啦。那上济上少安尼尔啦。是。那您最常恭诵的是哪一部经典？《龟谷先师天德经》。《龟谷先师天德经》。您可以回想一下你第一次诵《龟谷先师天德经》的情形吗？头一摆咧诵是较袂念顿啦，较袂顺啦，较袂顺啦。啊，诵久啦，即摆来应该即摆来是诵头一日就知影后壁字啊啦吼。即摆是拢背起来吼。背起来是伫三十三天中哈。即这种个较会飞，或迄个搞错啦，前后就搞错个，啊，无是拢会记个，拢免看嘛，拢会点诵嘛。那您最高的记录曾经诵经多少部？一天啊，一天也可以。一天差不多最高记录就35部吧。35部啊？那您如何安排你的时间呢？无安排啦，闲就上安尼啦。滴滴上安尼。哎呀，闲就有闲就，敢有时间就是提来上安尼啦。无固定的时间啦。固定的时间是闲暗时吧，闲暗时即个要困的之前吼，即个固定时间会较上安尼啦。啊，其他就始终无固定时间。是。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宗门里面呢，诵经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务工作。在这个诵经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感应，或者是你的会友身上有一些感应，或者是你的同班同学等等，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在聊天当中一个分享？那是感觉开始在诵经了，敢那讲，我心吼较袂遐浮躁啦。较袂安尼，较安啦，啊，敢若讲心加安静啦，加安，较袂安尼烦恼东烦恼西啦。心情吼，感觉较无遐迄落，较精神较有迄落，敢较喜悦就对啦。喜悦嘞。所以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心打开，就是这样。我是有这种感觉啦。那我家您对于“仙佛”两个字有没有特别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感受，然后一个？心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仙佛成了，看到仙佛两个字了，成了仙的王神老祖，就是神仙带着金仙嘛。哦，那个像较早做囡仔，就是咱看伊的故事嘛。做囡仔的时阵哦。哎呀，啊做囡仔较早报在做报地，囡仔较早爱看报地戏，啊报地报地就咱做王神老祖的故事嘛。啊，迄个孙膑，王神老祖。哦，你大破诸神殿，迄种恁可能唔捌啦，是。然后种咧一直咧看伊个故事，一个过了后，敢那讲，阮一个吼，剩个人嘛会使讲，我叫兄弟字啦，伊是敢那讲，常在伫阮遐啦，伊唔捌字，唔捌字，也咧做歌戏，伊有做歌戏啦，哎唔捌字，也尾啊在上名，啊我就问看。介伊就是拜一神王神老祖啦，哦，啊，我问讲兄弟啊，啊，你唔捌字，你是要哪共写？上名你是上头个一空个哦。伊讲以前伊佫写字佫写足水嘞，我拢写有嘞，我是上教你个。伊就讲迄阵啦，迄个啦，伊讲是王神老祖教伊个啦，安尼啦。啊，我就做咧了后，我就讲王神老祖教你读册，教你捌字，佮会讲哦，上名伊就算讲个。在排单咧共，总归伊在趁食就对啦。我主要做咧时阵，迄时阵就捌看过王神老祖的金尊，但是唔知影以前尾暗在对，我唔知影啦。哦，迄个就死去啊，
哦，那个都死去了，不知道去了。嗯，所以这个是在你多么年轻的时候，几岁的时候的一个经验。少年，二十多岁啊。好，但是等于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跟老祖之间的这个连接了。嗯，是看了尔，我是无讲无合作接近，是敢若捌看过安尼尔，啊是伫看布袋戏，伫看伊个故事啦，吼，看伊个故事安尼尔。那其实进入了我们宗门学习易经风水哦，师父浑元禅师也提醒大家，你原本是信仰什么样子宗教的您就可以要多多回去看看，也是再多多回去参与原本你曾经有参与过的这些宗门的一些活动这样子，因为万教一心，万法唯心，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将易经风水的妙法用在生活上。可是也可以善用各个宗教种类他们擅长的那一面，让我们自己得到平安这样。那师兄您觉得进入宗门唯心圣教之后，跟其他您接触过的这些宗教，您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宗教是我本来就是信仰跟祖先所流传下来的，就是道和佛统统参参做一伙嘛，道甲佛教拢参参做一伙，到这佛家都参参做一伙嘛，拢是祖先流传落来，就是拢这个宗门，这个宗教啦。啊，包括伫庙咧服务嘛，是伊个嘛算起来，托你讲嘛是算讲道教嘛，对唔吼？啊是佛教嘛，那分袂清楚。这就是台湾的特色啦。分袂清楚，分袂清楚，反正得拜就对啦，就是啦，有保庇就好啦。哦，拢是安尼啦。啊，即要讲分，讲分是人在分啦，神根本无在分啦。真的是这样子。是迄个人在分尔啦。啊，啊神该分，神总是做甲神，就是慈悲的。哦，伊才会讲去分讲你我。是。啊，是人在分啦。我认为才是足无必要的。哦，了解。真的，非常感谢师兄跟我们分享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心得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在《仙佛在我家》的节目当中相聚。那也希望呢，诸天仙佛菩萨、真主圣神都能够护佑我们大家幸福平安。谢谢师兄，谢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